他每次都把走的地方走搞错，这是他导航。肯定是你，我都没有那个 ability 去导，走了。我不喝，我怕胖。It's spicy, right? It's vermouth. That's vermouth. 他说他想要这个大的，为什么呢？因为大的因为汤多。然后呢，干拌面，这是我点的。So now you're here again, knocking at my door. A little too late for, I'm sorry for. The lights went out cause you kept. 大家早上好，我们在去银座亚鹏的路上，去看看 Hakase Beauty 在这儿的专柜，下地下通道了。I love this. It's really good. 我的波波剑更便宜哦。我因为巨喜欢它这个面膜，我想要下颌线紧致一点啊，就是我想让我的状态提升一点的时候，我就把它擦在上面。这里面有100万颗那个海绵针，它能刺透皮肤表皮，提升一下状态，毛孔看起来小了，然后这个下颌线突然间紧致一下。OK， 已经去探店 Hakase Beauty 了，现在我们。走在东京银座的大街上，准备去吃点东西。其实我还一点都不饿，昨晚上吃太晚了。咱们应该这么走。你想吃什么？你不要吃鸭心。我想吃陕西胡辣汤。你拿，你的胳膊比较长。长多了。你觉得咱们像当地的那个跟着人吗？很像，一点都不像游客，就一个相机。到了一个日本的肉店里。我请你吃拉面吧，随便选。我吃什么你都要请我吃，我太难了。高铁，买一个这个回去吃。请你吃寿司。哎，我跟你说，我很喜欢吃这个，这里不胖，这都大米团，但是这可好吃了。我酸奶，你要吗？这写的是牛乳。我是酸奶。Cow milk, right? Yeah, Hokkaido milk cream. 走吧，这太胖了，没法吃。走了。我不喝，我怕胖。OK， 继续寻找中午饭。这写着馄饨。Wow, there's a lot of people。是站着吃的地方吗？对、yeah, ，这是站着的。都要站着吗？ Yeah， 你们它就很小的，差不多。哦、oh, ，真的是站着。哇、啊，难怪了，马肉专业的。这都是马肉，还是万一马肉？这也是吃 tempura 的地方。不想的。继续觅食中。乱找了一家，明伟。要不要去吃呢？是吧，看着还行啊。Take a chance. 不知道好吃不好吃，还是进不来。那我进来，给我。Oh, no barbecue. Okay, utter failure. 失败了。失败了，只有韩国菜挑问题。那去哪儿？那你想吃那个子龙吗？那个就是 ramen。是吗？嗯。OK, ramen。你就是 ramen 或者 soba， 我还不饿。Basic 就是 ramen 或者 soba， 对，中午好像只有这些东西。你想吃什么 ？ramen 还是 soba？ ramen。那 ramen 就那了。soba 也错。但是它最好的就是 4.2， 还是一铺的哦。避风塘是吗？那完了。然后咱们去吃麦当劳。我忘带我防晒帽。你要多少？你看人家日本女生都撑个伞。你会用吗？这怎么不会用？微糖哦，脂肪的减，这可以。体重减少西门斯，脂肪减少西门斯。你要吗？选了半天，最终选中了这个地儿。一生悬命，这是代表什么意思？是吃了可能没命吗 ？Yes， 走吧。哦，这看起来挺好吃的。这是我那个吧、哦、，spicy。我这是酸汤。对，It's spicy, right? It's very good. That's very good. 对吧？哦，啊！我那边转一圈才过来。你伤心吗？啊 ，Yeah, thank you。我这个到你那儿应该是站着吃的。我这个点错了，我应该点那叔叔点的那个好吃。太没有，太没有经验了。我这一点都不像日本的面。不要点这个，这没有汤。还是点有照片的。对，他说他想要这个大的，为什么呢？因为大的以为汤多。然后呢，干拌面，这是我点的，我是特别辣吗？好吃吗？不好吃。跟陕西的油泼辣子面怎么比？看着日本女孩一人撑把伞，我也买了一个。我现在 basically 是 local 的人。出发回酒店。
OK， 中午吃的那个饭完全失败。今天晚上订了一个这儿很有名的 Kaiseki 的地方。 Kaiseki 就是小食，就是很多的小菜，然后一般是看季节用新鲜的。这个地方主要是吃海鲜，比如说螃蟹。我拿着这个在东京大街上边走边拍，一看就是老东京。看我穿的像不像东京本地人。你这件衣服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黑裙。这个没有抽油好吗？穿的是抠汗的小白鞋，这鞋简直太舒服了，走多少都不压力，像踩在屎一样，这么舒服。这个形容够恶心了。我跟你们说，我在东京银座的大街上走，除了听见讲英语的还是美国味的，就是讲中文的，我现在怀疑我真的是在日本，完全走错方向了，还得往回走。他每次都把走的地方走搞错，这是他导航的。这肯定是你，我都没有那个 ability 的导。大家注意了， Ginza Crystal Tower 和 Ginza Crystal Building 不是一个地儿。他，你别拿它当新加坡，他这个邮编一大片地都是这个邮编。I know， 我一看邮编是一样的，我就。对啊，新加坡才是一个邮编一栋楼，别的地方都是一个区一个邮编。OK， 终于找到了，是这儿吗？继续的。啊，耶！活蟹怀石。刚刚那个 hostess 说，他这个螃蟹里面的两个脚是做生鱼片，就是生的吃，然后那个壳是烤着，然后剩下的是煮。问我们 O 不 OK？ 其实我不喜欢吃生的东西，但是我也 OK。不吃生的话可以给我。Oh yeah！ 这个餐馆的街景还不错。Good. It's really good. Wow. 这个日本清酒真的巨好喝，有点 it tastes a little nutty， 有点像那个有点坚果的味道。我看这小红书上好多人说这个地方特别好，但是他们都是来吃午餐，午餐便宜好多呀，500人民币，晚餐是将近1500了都。咱们是1500。对，哎，那为什么我们要来吃午餐呢？午餐你给的少啊，那你点两套不就完了？一个人吃两套还是便宜，那跟晚餐差不多，但是你吃肉吃两份午餐，然后再吃几个午餐团子，你不胖吗？这个 Mitsu 是什么意思？什么都是 Mitsu？ Mitsu 是不是一般是他会写 chef 的名字？就是他那个是不是 Kani 是那个 chef 的名字？然后 Mitsu 就是 like restaurant 或者哪里？你问一下你的 followers 有没有跟日本人？你们是在日本 ？Mitsu 是什么意思？Thank you。这个是他说是 cream cheese， 是 cream 的 cheese。这个是鳗鱼，这是要喝的吗？这个？鲍鱼。好精致哦！哦，写着 restaurant 的名字。吃 cheese。它是不是有点觉得有点气儿的那个味儿？蚕豆，挺好吃的。这是 crab 吗？King crab 是从这里。我们吃完中午饭以后。他已经叨了一晚一天，说我要吃蛋包饭，我要吃蛋包饭，然后再查各种各样的蛋包饭，把全日本的蛋包饭都看了一遍。这样的人能不胖吗？没有，我只是看东京两个城市，大阪的其他城市。蛋包饭不好吃吗？这个看起来太好吃了，巨多肉，全都是胖的肉。巨新鲜，太好吃了。亚美乳巨好吃，非常好吃，很爽，不用汤了，直接蘸。
啡。还挺好看的。That looks delicious. Is it a piece of crab? What is it? Fish? Fish.蘑菇香味，还有 cheese 的香味，拌的好香香。哇，好看！哎呀，这个好 cute， 它倒是个小螃蟹。Yummy。很香。是吧？对，很香。你不觉得特别 strong 吗？ Do you want mine？ 最后的两道菜 miso soup。对于我一个不吃生鱼片的人，我感觉 pretty good， man。拜拜，拜拜。东京的夜景怎么样？等一下我们回家把没喝完的 Osaka 放在家里，然后再出去喝一杯。变装中，我们现在晚上出来准备去银座这儿一个很有名的酒吧，叫精灵酒吧，这是我在网上看见的，不知道怎么样，去看一下吧。我这个 outfit 穿了一个很日本感的西装。进去了，被人赶出来了，又关门了。这东京这个酒吧早上关门也太早了吧，这么早就关门了。 OK， 我们现在又听翠哥的找到另外一个酒吧，据说是夜里三点关。我这马尾是假的，你们看这儿这么多人排队看这个拉面，都是中国人。他说是酒吧吧，都是中国人。是东北吗？对，应该是。终于找到了 Barbie， 好像还开着。You sure it's open？ 这是哪儿啊？你又转回来了是吗？ This is creepy AF。 Ginza Yasan 是这儿吗？ Take care of the present。 This is Barbie。 Barbie get in。 Is it closed？ Is it not open？ I guess it's called Bar 5。 OK， another fail， 人家根本就没开门。终于打车，有一个亲爱的网友宝宝跟我说让我去安达斯，然后那儿的酒吧还开着，还挺好的，所以现在我们就过去一下。 Thank you babe。终于到了安达斯的宾馆，这儿的酒吧据说还开着，我们去看看。在52层，52层，据说它的东京塔挺漂亮的。But don't you sweat your pretty skin。还挺漂亮的，沉醉在氛围中忘拍视频了。 OK， 我们现在准备回家了。明天我们会去富士山周围的一个别墅，叫别墅燃燃，带大家去看。据说那儿的那个泡温泉的地方可以直接看到富士山，还挺好玩。 Let's go。Yes。 吃起来很豆包吧，真咸。这个湖边其实清的时候能够看见富士山特别清楚的。